爽，甘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。哎，赵如玉出来啊！嗨嗨嗨嗨，各位，赵如玉，你点心叫我看，唔各位一哥把心，你的心情感觉安怎？哎，感谢各位的关心，哦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这个表示讲咱的司法绝对是公正的，这个好损心的药品呢，根本都无问题嘛。这发生副作用拢是个案，所以就有人故意要含花的话，要甲我拖落水的。啊，今日法官这个判决呢，我感觉足欢喜的，真正我感恩哦。啊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蔡立伟，据说你的检察官又去用停职啦，你对有啥物话要讲？那讲到这個，我就要替我的选民讲话。这检察官，你也是国家的钱，是咱纳税人的公仆，那会使勾结黑道做伙来办案，哪有这种道理？这根本就是唔对嘛！啊，因咱老百姓权利向要来维护，你讲是不是安尼的啊？小鬼用的，哎哎哎，较认真的啦。各位啊，您也知影，今仔日法官判我六个月，搁再一颗罚金，就表示讲我蔡进宝绝对是清清白白的。恁大家讲是不是安尼啊？嗯，炮哥，好啊，有啥物话，等下再搁讲啦。哎，各位啊，今仔日我真无闲哦，我要先等来服务处，卡叔公。恁各位记者先拜有任何事啊，做恁尽量来找我，我绝对提供恁所有线索。啊，恁讲好无？啊啊，恁看关系啊，无闲做恁啊，我甲做联络，好好好，坐起坐起啊。两位帅哥，啊，无当今麦是安怎？要来甲我恭喜的种啊？蔡正，莫受伤笑，我若是还袂转去，会继续对这个犯罪的证据，绝对表示着法律的制裁。你即卖已经向停职，你讲的话我都把你当作是告白火车吼。你哎，看见没？蔡金宝，漂摆无路屁股啦！你卖在遐唱个，唔知影即卖是民国几年吼？啊，即卖民国几年是到什么时代？规日特工，拢是我蔡金宝的天年，你讲是不是安尼啊？啊？哎呀，等下好好庆祝，好好甲饮两杯啊！李叔，行。已经死啊！你是检察官呢，连你都看不起法律，凭什么爱阮家老百姓来信任法律啊？我叫我下个停职，去杀检察官！当初我就看你做人做事的态度，才跟你配合的，想讲有蔡进宝搞好法律的制裁，想袂到讲啊，你竟然讲种牵拖的话！我是真失望呢。我看以后，我好甲他去冤仇，我慢慢唔忙司法正义，慢慢想要靠恁只家老检察官。从今以后，咱一人行一路，法律无材料解决的，我就用兄弟的方式来处理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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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生日快乐！今日创啥？替你过生日啦！今日是好日呢，三十年前的今日，无七年间的警察官出事啊！三十年后的今日。一个无恶不作的歹立委去判刑，你看今仔日是毋是应该好好庆祝？哎，目睭开开，今天三万，你坐。那伊即马要我下官，我希望我当初无选择司法这条路。你讲啊，
卖容易立方人停止，才是真。今日蔡金宝离世，一定会破鲁当的。到时阵，你就有机会复职啦。蔡金宝离世，破六个月，而且佫当一颗花痴。无啊，我有听唔到无？点的？蔡金宝破这个天，阿水安怎讲？伊家己无去啊。 我先看下水啊，好。哎呀，你是不是跟水哥冤家啊？水哥伊跟蔡建宝之间的冤仇，结甲这么深，知影蔡建宝无代志，我看上死亡应该是伊。敢讲我特别死亡，为着这个 case， 阿忠去用害死。 即卖迄个凶手，佮事后发觉，互我过去相信的法律，感觉今拢是本事，甚物个司法正义？这社会，四个拢是乌金，得管。娘，你莫遮尼细致啦。我以前嘛一直认为我一定考袂着大学，因为我准备的拢袂考，啊考出来，拢是我无读过，所以。 我就对家己无信心嘛，即马我才知影，是我准备无够，毋是考试制度无公平。同款的啊，你即马无法度伫蔡正跑的做，一定有甚物所在无准备交着。我相信，咱若是够用心地找出失败的原因，最后一定会将歹人起诉的。 今年个做不了了。早就考出来，搁准备了安怎？啊，你唔是拉讲要考尔，那随考煞。啊，你就无用你的代志啊，所以我只好找小姐陪我考。我想要让你烦恼了。是的啦，小陈。莫安尼讲啊，从今以后哦，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。你放心哦，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，好。 做阿爷，无好好照顾你，但都是伊这小妹在照顾、关心我，连我今仔个生日你也会记。哎呦，上叫咱兄妹阿静哦，这么亲啊！<笑>啊，你这个考试有把握无？考试这种代志哦，虽然啦。 好，嗯，这间你也去好了，阿爷送料都买，好，你开车去啊！哦，好好好，来啦，你跟我，哇，我这边，我要来较大个，七只。 谢谢。大王炮啊！你来，不然你们来抢开始。你快这样醉啦！哎，真好，今天心情蛮爽的。所以决定讲，规暗那个啉汤海，一颗拔精，笑白人的醉，看要不要罚我醉，啉袂拢加上杯杯，看是要二十杯还是两百杯拢嘛来照顾你，讲是不是安尼嘞？来来来，你们喝点，你们喝点。来来来，这。 请问啊，嘿，你啊，自己屋里的五好将，来金马车个心情是嘞？好，报告官仔。好，爸爸，你俩太多个，你最近定来去金马车哦？上班的工会，你阿姐也是，家己的久啊，对吧？开酒店，根本唔免叫交关旁听者是吧？哎，安尼讲哦，家己太唔得，太唔白来，你讲是不是？哎，妞妞就来，妞妞，妞妞来来来来来，爸爸家，爸爸家，哇，爸爸上听你哦。来来来来，嗯嗯，唱毛毛。嗯嗯，妞妞来，爸爸今日心情真好诶，哇。 啊，这么爸爸那么关心的提醒哦，就送。
安尼买啥，爸爸拢买给你。嗯，你讲你买什么玩具，爸爸买给你。嗯，我买洋娃娃。哦，洋娃娃是。啊，你明仔载叫妈妈去买给你吼，明仔载爸爸有代志。啊，乖乖乖乖乖。你若是搁唔带伊去佚佗吼，妞妞根本袂记你是谁啦。你是讲安尼够力哦。来，爸爸不，妞妞，爸爸明仔载带你来佚佗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嗯，乖乖乖乖乖，爸爸就来来睡觉睡觉。啊，好好好，加油！好棒好棒，加油！哎哎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感谢你感谢你，加油注意注意！哇，好棒好棒哦！哇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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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！吹来起你！哦，你哦。这个我帮。哦哦，因为这无风吼，所以这风吹绝对是吹袂起你啦啊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先等下休困，哦，休困就。我袂绑啦。妞妞，遐人咧卖白布咧，你要食冰无？袂哦，哎哎哎，这位，吹起吹，甲树只起哦，树只起。哦，行行行，白布，白布，哦，食冰啦，哦，耶，食冰啦。对。你们听着，啊，枪子，枪子用到了。啊，来来来，警察官你冲啦，检察官，检察官冒领公事主啦。走，快，走，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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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无看我全身骨拢全伤，阿哥，我抓你很辛苦。给你给老皮，等下家己牛仔高高的都好，扭咧盘，扭咧盘。好，你要干干干。阿哥，干干干。谢谢谢谢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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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今麦是咧莫怪事啊？大口剑的哦，看到你，就想要给你拆家落吧。法院是你开的啊，去甲告啊。当然嘛要告。少钱，少钱，卖卖。炮哥啊，今麦要口剑的哦，向天真诶，咱若再甲告伊动伤害哦，我怀疑这世人哦，拢无到冰心啊，那么甲告。心判无罪，媒体在那边胡编乱写，讲什么司法不公，你家己也想看卖。假使讲我去用拍的代志来传出去，我不甲你骗，时间看老辈的人会更加多，会去影响到我选择几个选择。所以我管这件代志啊，煞煞去啊！哦，咱找机会，趁你无小心的时阵啊，甲抓来，电脑禁死死。手术了的洪文的状况真稳定，想袂到这么困难的手术，我真正成功啊！小心讲，连我家己嘛想袂到。
恭喜哦！这就表示你的艺术未比我较歹。其实我在动手术的时阵，有想要放弃救你的想法。你永远未了解，你对我造成偌大的伤害。虽然我表面上已经振作起来，也毋过提起那的代志，在我心内造成偌大的痛苦，你知无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一个好的医生，毋但医术爱好，医德也爱好。没关，我感觉就安慰的。我一个人早就应该死的，要靠我即卖会当活落来，用我一条救到长大的生命。来证明你做老做事的艰难，也算是加减弥补我对你的亏欠。既然阎罗王要收你，你就好好活下来，用心做人。玫瑰，啊，恭喜你哦！经过这边的手术，等于证明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。多谢医生。嗯。你更精神啊。嗯。我话要你去开讲。真正是拍妻恶媳，有可能是天公伯，阿我两人相罪啊！你因一好顺心，害死遐尔济人，你本来就应该好好相罪。这是啥物？这是法院寄来判决书，你甲蔡进宝共犯迄个。李生已经被解雇六个月了，而且个人会扣罚金。啊，违反医师法的那条，即马被判缓刑三年。所以，你得感觉真失望对吧？我无参像雷军这样尔善良。假使今仔这手术若是我动的刀，你真有可能即马已经死伫手术台顶头啊！有够无天理的！我看阿扁等三审来，要等下等到三审的时阵哦，那因红判无罪，政府阁会颁发因一个好人好事的奖状。蔡进宝既然去红放出来啊，你家己哦，买较细。啊，你嘛同款哦。我就惊伊无来找我。啊，歹势啦！我即马爱赶登去金马车一段啦。李叔啊，以后若是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所在吼，你随时敲电话啦。阿水啊，多谢你啦，甲我斗相共遮尔济。哎，莫安尼讲啦，我就无斗相共啥。我先来走啦。死了是怎搞完咯？组长，
不如咱私底下解决。喂，英兰，好，我在，多谢。错进跑英兰，下天金马车摇摆，咱给他到哪里去？顺便帮伊好去。来，咱大家先敬泡过一杯。泡过来，不要辛苦啊。恁家的人我真趣味哦，特别恁爸出代志，你不是出国的出国，原来无就是破病的破病，电话讲过，拢找无人。今仔恁爸无代志。电话一讲过呢，五虎将拢交交，一个都无闹交呢吼。炮哥啊，我顶阵哦，真正是出国，我站袂了转来。啊，我嘛真正去大院啊。你当作我蔡进炮是白痴是无？你俩准讲恁咧想啥，恁去倒位，恁咧创啥，我也拢唔知。是李伟啊，你讲你去出国，啊，不过。那常常有人看你伫高雄咧占酒家，啊，这位孙立伟啊，你讲你咧破病哦，吼吼，嘛不止遐严重嘞，严重到哦，常常去拍高尔夫球嘞，哈，啊，我都，你安怎？恁家人就是唔要去食烟，特别恁爸有代志，就拢走个二裤脚，行去互恁爸拖累去。啊！嘛，加在我蔡进跑真正要正港的天神下降，特别拄着肥羊，拢会蜂拥化蝶。你甲恁爸听好清楚，做人唔通伤现实。大家要做伙，来互相相帮，看心肝捡做伙。爱烧钱唔通烧害。要若无我蔡进跑真想袂开，有听？做恁放心，恁爸腹肠真宽，你若无我蔡进跑，无可能当要立官员，会遐输人尊重。从今以后，只要你乖乖对当要我的身躯边，我予恁的条件一定甲以前同款。只要我食饱，恁就对咧食饱；我啉汤，恁就对咧啉汤。卡斯讲，我无汤通啉。恁敢家己走去隔壁度食鱼食肉，大家恁爸试看。炮哥啊，我拢听你的安排啦。对啦，我拢照炮哥指示去做。安尼以后，确实讲我若是去予狗爷家庭，恁会做恁老婆。哎，炮哥，袂啦，绝对袂啦。我阁相信恁最后一遍。今麦立委的选举已经要到，恁拢准备好？有在准备啊！我只有一条计，恁一个人去负责找三四个有可能选到立法委员的人，甲苦我，我赞助所有的竞选金，条阿卡林白来包，有听？炮哥啊，啊你要扩大势力哦？哎，当然咯，我要让所有想要甲恁白硬去陪的人。互因知影讲，我蔡进跑一块肉，毋是遐尼好硬。以后伫咧立法院，毋是干呐五虎将，是十八罗汉掉。大院卡斯讲，若是要通过什么法，就要看恁爸心情。恁讲是毋是安尼？啊？当然是安尼啦。来来，咱同竞跑过一回来。来。机会找你啊！叫得了，是。机会。哎，炮哥。无他今麦是安怎啊？
连恁爸给你的钱无够少。豪哥，不是啦，我知恁在庆祝，来闹热一下。小姐，啊。豪哥，等你找伊啦。你人要入来，看到需要个人带你入来呀。豪哥，这久无看的，豪哥啊，家己的人啦、啊。带你归，我来是要你家己恭喜的。结果你少年那么大，手轮村里去我那底下内底，要无挂证件。阿丽啊，这王爷马你也敢骑，小鬼子。歹势啦。对啊，豪哥。是。本来我伫隔壁住啦，听讲蔡李伟甲一个朋友伫遮，我就来招呼一下啊。来，我敬你，恭喜你顺利脱罪，部长。豪哥，豪哥不但伫境界，甚至乌白两道啊，拢化罪的天堂。我真济代志超袂好势，拢请伊出面。霸面特动的，卖伫官老爷面头前咧人大刀啦，人蔡李伟唔只有通天的本领，连真无真拢齐全哦，还佫法度脱罪。豪哥，卡叔讲，若是无当场抓贼在庄，着编遐证据，着要定我蔡进炮的罪。你当作我是谁？一般的老百姓笑，嗯，我蔡进炮那也简单，就给你蒙去。哇，安尼我李冠英真闹亏的啊！是讲啊，遐反叛的人，那是无好你好起来。我想，你即摆嘛咧食免钱饭来，遐反叛我的人，迄就是因的下场。只要是你家己我蔡进炮里里的人。提早等去中原温顿，到底是什么人下手较卖力啊？他们介绍是豪哥啊，他突然不是指你，伊讲你是家己人。哦，我咧想讲你是要入来闹话了啊？蔡李贵啊，在外口拢在喊呢，讲你是鬼见愁，唔惊半人，看起来嘛无惊嘛。豪哥。恁爸干那一粒蛋，我嘛惊他打破去了。就算讲我干那好打，我嘛爱有存有救。我蔡进宝到有栽掉，小白到这个时阵，你讲是不是啊？小白无路撇骨啦，你都爱保重呢。九爷，快出来！我袂教你啦，你听好势，你都爱甲蔡李伟的衫机买纽扣掉，那不你会出代志啊？好，各位，我先失陪啊。青梅啊，甲我伫讲话，你莫一直搞。真侪大条案件，拢是伊破的，做人真可靠，专门去对付流氓。恁爸敢流氓？炮哥是兄弟啊！啥物兄弟？阮炮哥毋是流氓，嘛毋是兄弟啊！伊是立法委员啦，出！对对对对，来，咱敬炮哥一杯，来。是啊，欢迎来，我就随口你啊。
把小姐的人客拢叫出来，替我叫去。兄弟啊，啊恁这是咧讲什么意思的啊？大家拢叫我豪哥。哦，原来你是豪哥哦。听讲你名声无啥外好呢，摕蔡进牌钱想要替出头呢。阿廖是我带出来，别想，我敢有可能让蔡进牌两仙钱没收？阿廖是你带出来，安尼你搁较袂用甲我阻挡。阿刀的冤仇，我是一定会讨的。也毋过，袂用兄弟来处理。我用兄弟来来瞧，就是因为法律无在条来解决。法律来看，啥物人来用？莫再啰嗦啦！阿刀的代志，你若是无想要处理，你就甲我闪。阿水，我来和你入去，甲创一把车拼。不管输赢是啥，上吃亏是你。你想看卖？内底五个日鬼。那你去买车出代志，你这间店就一定要关起来。甚至你的少年的，嘛受到牵连，亲戚朋友，嘛接受调查，都是为你一时的冲动，连累遐侪人，够格啦。是啊，讲了有道理。咱要找小金包围是机会，绝对袂因为咱报仇，去买车就关起来。以后咱所有兄弟对咱无关系。你是唔想办法恁对付蔡进鹏啊？你处理社会事的未够，我真清楚，我愿意跟你合作。若是有对付蔡进鹏计划，不管是，我会跟你联络，请你等我的消息。安怎？好，我等你的消息。看到恁爸敢若真袂爽的款啊！伊摆计是讲，即摆法院判轻，你着永远逍遥法外哦。哼，法院哦是阮炮哥开的啦，要安怎判哦，嘛来看阮炮哥的心情啦，安怎？像，即摆着剩一支嘴，听我摇摆尔，卖甲因计较啦，看我开的吼，若无哦，因的委屈是我无甲你骗。蔡金宝，后摆出门的时阵哦，少年加穿一，因为你即摆已经北阿妹啊，因祖地位牛头马面哦，拢小子要替你牵户口啦。真正我也想袂到，讲我蔡金宝伫另外一个世界，哇，人缘遐尼好了。请问啊，啊，这就表示讲我蔡金宝做人成功，你讲是毋是安尼咧？哦，我知啦，这连鬼哦，嘛拢来相找呢。是讲唔是找咱两个，找因两个。行，对。俊天啊，我看恁透早出门，啊暗时搁定定三更半暝才转来，公司无闲才安尼。啊，生理到底有较好无？妈，你放心啦。虽然做电子业哦，有较辛苦，但不过即卖辛苦总是有代价啊。你敢知？今年咱公司的 EPS 哦，已经达到7.8块了。什么是 EPS 啊？就是咱公司的股票啊，每股的税前盈余啊。税前盈余是啥？就是咱公司的股。你别甲我解释遐济啦，你著甲我讲，公司到底是赚还是了？当然有赚啊，妈，你也知影。普通公司哦，伊的 EPS 哦，加加3-4块就算足好个啊。咱公司哦是加人一倍哦，这就表示这产业未来环境非常的好，但是顺利的，咱进前都花了侪钱落去，差不多2年本金都已经回来了。
哇，安尼真好啊！我早就讲啊，你看性子哦，两个兄弟啊，只要联合起来，兄弟啊同心，石头啊就会变黄金啦，绝对成功赚大钱的。那些经济好的时阵，而且工厂出货也顺利，资金调动又阁袂当出问题，安尼两年才有可能回本。你意思是，假使工厂出货出问题，银行阁把资金缩起，死到咱公司内面对真大个问题啊！莫讲回本，阁会愈补愈大空。你怎啊？你干嘛讲这要创啥？而且做生意本来就风险嘛。咱本来咱卡踏实地、实实在在一步一卡样好好做，阿无失职还冲过头，所以唔知害我今晚爱定下落三点半，落来学暗暝。我唔是有甲你讲过啊，这袂用怪性质，性质嘛真怕变咧冲伊业绩啊。啊，不过伊袂当安尼戆戆啊直直冲，拢无顾后壁人的死活。咱今晚工厂有工人已经分三班坐伫咧轮啊，还阁未付出货呢。这万一若出什么问题，咱公司伫个国外生意拢完全拢破产啊！刚刚性质真无认真咧拍拼，照你安尼讲，敢若性质条讲咧害人的款。啊，我无这意思。你讲话就是这口气啊，美珠，你的生理我也来管。啊，不过信天甲信子，因两个兄弟的感情真无简单，才好好呢。你这做也做，爱也要做人，唔当过到尾啊，两个兄弟的感情都拍歹去。妈，美珠嘛是为公司，伊无歹意啦，吼。信天，我跟你讲。性质为着你的公司，是已经拼到无边无力啊！伊若是受到什么委屈，我一定站在伊那边。好啦，性质代志阮家己处理，你就莫吵阮啦。啊，我甲丽珠喊你几时喊你早来回来，来好我吃一顿嘛，吼。好啦好啦，吃饭吃饭，吼。来。丽珠，我们赶紧吃，唔通剩啊啦。你是不是需要搁食伤济，即摆食袂落啊？吼！我爸阿妈吃。袂用去，你遮尔啊大汉啊，倒去食。阿妈吃我。好好好，来，妈。我甲你吃。伊袂免咱家己食，啊！你若即摆甲吃，以后伊上课读书的时阵是啥物甲吃？妈，地主咧教囡仔，你就莫管啦，吼。嗯，我去吃。我不爱吃。我吃太吃，我看你当要偌久。你哪就跟囡仔结气啦？来，阿妈吃哈，乖。我不爱吃。天总，你对我都不是款啊！妈啦，囡仔人是北城哈。妈，我来教囡仔，像你妈安尼插手好。好啦，我知影，你就是嫌我住伫迄只厂嘛。你若是爱我走吼，你直接讲出来就好，免提囡仔出气。妈，要赶你走，你妈有微信啦吼。你免阁讲啊啦，我若是搬走，你若会对天做较好呀，我嘛甘愿啦。妈，啊，人是走去倒啦。好啦，妈。妈，地主真正无歹意，你莫把伊话放在心肝内。搁再讲。天主最近哦，真正有影总唔听话，你着立足好好甲管家己嘛。我知啦，天主歹教，是我先歹的。无遐严重啦，吼。
秘书，过来，老妈回家去嘞。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。